上剃刀。Hello， 姐妹们，今天我要去完成我今年立下的一个超级大的 flag， 就是去种我的发际线。我朋友们在得知我要去种发际线之后啊，都纷纷的提出问题，到底疼不疼啊？啊，会不会有什么并发症呢？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去一探究竟吧。我做的是剃发植发，医生按照1:1:1的比例给我画的线。大家根据自己的审美喜好定制就可以啦。设计完成了，小花瓣加美人尖，一共2600个单位。区域是发际线加鬓角加发缝。姐妹们，这个真的做得很周到啊！你看我手术前还会做一个清洁，对，它是一个清除头皮上的一个蜡状物和油脂的。开始剃头发了，多少还是有些担心。不过为了成为毛发浓密的氛围感美女。我好紧张啊！签子准备进手术室了。我现在像不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你？家人们，我出来啦！小姐姐正在非常贴心的吹洗我的头发。整个手术过程，说实话啊，除了趴着会有点累以外，医生和护士小姐姐非常专业的手法以及他们贴心的照顾，你打算一个人来植发，也会觉得非常的暖心。医生给我交代术后注意事项。到家躺床上啦，需要放棉布在你的枕头上。目前还没肿到脸上来。好的，家人们，跟我一起期待术后的恢复效果吧。